跨命改运，皇帝变乞丐。你命都是比较硬，六亲无靠，倒霉的时候，对，到哪里去沾起？到百货公司做什么生意？开什么店呢？也失败了，就在最后怎么告慰啊？他跟这做批价，找一个死去的鬼魂，把他命换过来。接着我这个同学就用这个人的身份，活在自己的世界上。